四肢蜷缩，身体呈现斗拳状，这是被烧死的人才能形成的姿势。可是这里却没有着火的痕迹。子房，你来看。皮肤青紫，身体灼伤，还有这种颜色的尸斑，是中毒所致。什么毒？这些人的中毒症状都不见于中原的医学典籍，可见凶手所用的毒药是域外之物。我听说百越之地有百种秘药，都是毒药中制毒制奇的。你是说杀死了百越难民的人也是来自百越？百越有两大凶术，蛊和毒。近日传闻有些人自称遇到了百鬼夜行，那是属于百越的尸蛊之术。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另一件凶术，代表惩罚和复仇的百毒之咒。大王有令，宣司寇韩非觐见。百越难民惨死，手法诡异残忍，儿臣以为这是有人故意示威，挑衅王威。都城一应防务向来由将军府统领，此番百越难民遇害和城防军的疏于戒备也不无关系。张相国所言不假，季某一定要追查严惩失职之人，但这祸水却也事出有因。如果有人故意往粮仓里放老鼠，有多少猫看着也没用。你是何人？竟不擅闯宫廷禁地。看你们吵架还真是有趣。你是百越人？这些人里面就看你最顺眼。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同族百姓？那得问问你的大王，还记不记得赤眉龙蛇？啊！赤眉龙蛇！天泽，禁军，禁军何在？有趣的大礼在贵国太子府恭迎各位。
相信大王一定会喜欢。先是司马府凶杀案，后是收容了百越难民，引来百越余孽的肆虐，太子府无端受到突袭，可说是被连累波及，人命断案，九公子固然劳苦功高，但末将以为国家社稷之重可比泰山。新郑都城原本是将军镇守之地，而王宫境地更是重中之重，本该固若金藤，如今却被贼人闯入。难道一个命案就乱了将军的住房？这就是将军以为的社稷之重于泰山？哼！我堂堂都城祸乱风起，太子生死不知，你们不为寡人分忧，却只顾着在这儿相互推诿。请父王息怒，依儿臣来看，太子殿下虽处危境，但暂时还无性命之虞。此话怎讲？以刚才妖女态度之嚣张，可见贼人之有恃无恐，不惧我大汗神威，袭击后不慌忙逃窜，必定是以太子为人质，向朝廷以条件来交换。女儿的话倒也有理，那你认为应该如何是好呢？因此我们可以趁此机会与贼人交涉，争取时间营救太子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论带兵，姬将军无人能出其右，论智谋，九弟心思缜密，定能调分缕析，找出幕后真凶。此次危机，非举姬将军和九弟二人之力不能营救。好个韩愈，妄图祸水东引，让我和韩非斗个两败俱伤，再坐收渔翁之利，老夫岂会如你？四公子心忧国事，好谋善断，实乃我韩国之大幸。此次危机关乎太子性命，如有四公子主事，定能逢凶化吉，凯旋告捷。玉儿这番论断大有可观，这才是我韩国的忠臣良相该想的事情。此次营救太子之事，就由你统领全局吧。儿臣不敢。贼人把持太子殿下，骤然用兵，只怕投鼠忌器。而九弟身为司寇，屡破其案，论思辨敏捷，儿臣不如。此刻情形，恰恰需要九弟的才能。儿臣虽为兄长的身份，但举贤不避亲，推举九弟主事，儿臣愿从旁辅佐。四公子深明大义，老臣钦佩。姬将军，你跟老九合作没问题吧？末将与九公子之前虽然有小误会，但纯属一己私见，如今大敌当前，自当以社稷为重，京城合力，
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老九，你清楚了吗？好像从头到尾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啊。你有什么意见？你四哥一片赤诚举荐，姬将军也抛弃前嫌来配合你，你还有什么意见？那我没意见了。救不出太子，寡人唯你是问。派上了用场，抓住了一个大家伙。来啊，将这猖狂刺客拿下，细细审问，看看他到底是……
护驾来迟，请太子恕罪。就你们这些人，大部队已在花园部署好护卫阵势接应太子，就在前方。太子驾到。你是谁？你是赤眉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别杀我！堂堂的韩国太子，未来的一国之君，向我这阶下求求声，饶命啊！你是在求我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！那为什么你还站着？只要饶了我的命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想要的东西，你给不了。蒙四哥错案，韩非资历尚浅，如此大案，还是少不了四哥的指点。我义子千乘，武艺超群，机敏过人。此次营救行动，他在如我在。九公子，他在如你在，那四哥你就是不在喽。九公子放心，此番重任末将一定倾力相助。哼，你只要不倾力捣乱就谢天谢地了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倾力的。我也为九弟感谢将军。韩宇，你这只老狐狸，这场游戏
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有一只猴子想吃在火上烤熟的栗子，但又不敢去拿，于是就哄骗猫去火中替他取。这个栗子很烫手，所以需要喝杯酒先壮壮胆。你明白了吗？遵命，将军。